一共是869元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可以刷卡吗？我没有微信。没有微信？啊。哦，刷卡可以。啊。你这是干嘛？水果哪来的呀？啊，杜林峰刚来过。别吃了，脏。干嘛呀？它就是掉到被子上而已，太浪费了。要吃就吃这个，石榴的维 C 含量比苹果高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要对你负责的。我才不要你。对我负责任的，是我撞了你，不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哦，这就是一个意外，你也不用太在意。你很在意负责这两个字？干嘛要在意啊？我就是害怕医药费我会负责的。不说话了。没有在意负责这两个字的人明明是你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阴晴不定。你才是吧，你不止阴晴不定，你还是轻描记的鱼呢。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是吧？我洗个手。不吃啊？石榴还要剥皮，还没有苹果方便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做个实验。你要干嘛呀？帮你找出你反应这么激烈的原因。丁医生说了，很可能是过敏，所以我采集了那天可能接触的过敏源。你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你知道。陈庭元，你有过心结吗？有。你。你们这是？啊。测过敏源呢，但这些好像都不是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帮他测。那我晚点再过来。不用你了。来，我看看，或许你有话想跟我说。没有，没事，反正这几天我都在医院里，
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你对他很熟悉吗？在过去的几年里，陈清源，沈清源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。盘子里的石榴吃了吧，处理过，很干净。丁医生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我有话想跟您说。几年前，我和沈清源就认识，但是后来他就消失了。但我一直相信那件事情是有原因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真的信任他？嗯。不是我夸他，他以前就是一个很专注的人，特别是对设计这件事情。所以他现在还是海雅的王牌。嗯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我再次遇见他，他依然在设计场上发光，我也算是放心了。毕竟这意味着他还是从前的那个他。所以，即使他不再愿意提起几年前的事情，还排斥我，我也觉得没关系的。可是你还是受到了影响。嗯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很……打个比方啊，我觉得就好像一根橡皮筋的两端，我尽力维持自己的位置，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他……我们两个明明是在同一段关系中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一会儿像是要把橡皮筋拉断，一会儿又弹回到我身边。就像这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其实是一种神奇的缘分？想过，但是我想不通，他为什么闭口不提几年前的事情。我特别想问问他，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之前
出过车祸。可是他看起来那么正常。选择性失忆呢，使一个人脑部受到了外部刺激，或者说是脑部受到了碰撞之后，遗忘了一些不想记得的事情，或者是想逃避的人或事。嗯，您是说他不记得车祸前的事情？不只是事情，可能忘记的是你这个人。我曾经旁敲侧击地试探过他，可他根本不觉得有你的存在，所以他对我才有那些反应。原来他都忘了。你现在知道真相了，会想去告诉他吗？我对他的影响已经够大了，如果再让他知道这些，我怕会影响他的成绩。设计是他唯一的目标，我不能毁了他。这些年你一直担心沈清源的事情，可能忽视了你自己。也许是吧。